爆三样。爆三样这道菜是根据烹制方法和主要原料而得名的鲁菜佳品。做这道菜的主料有猪腰、猪肝、猪瘦肉。青豆、木耳、玉兰片，调料有料酒、精盐、味精、清汤。葱、姜、蒜末、白油、湿淀粉、鸡蛋清。酱油、木耳、玉兰片、南芪、做这道菜时，将猪里脊肉切成薄片，将猪腰去掉外皮儿，切成两片，片去腰骚，然后切成薄片，然后将猪肝也切成薄片，放入碗内，用精盐、味精、料酒、腌制入味儿。加入蛋清、湿淀粉，抓匀，然后将青豆、木耳、玉兰片放入开水锅中焯一下，在锅内打底油，用小碗加入高汤、精盐、味精、少许酱油，
淀粉，兑好芡汁儿。待锅内的油升至5至6成热时，将猪腰、里脊、猪肝片倒入勺内，滑透。捞出倒入漏勺。炒锅内留少许油，加入姜、葱、蒜末，炝好锅。将划好的猪肝、猪腰、里脊片倒入勺内，用料酒烹一下。将兑好的芡汁倒入翻炒。淋入明油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这道菜的特点是色泽金黄带绿，口味咸鲜滑嫩，有葱蒜香味儿。